赖炎峰，昔日平镇高中投手大物，毕业后选择加入稳定的和库棒球队，最快球速147公里，多种变化球的控制能力也不错，他绝对有中职守人的实力，挥臂的速度与流畅性都很好，球质不重但很有稳劲，拿手的球路是曲球与变速球，变化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，很多人热议稳定的公务员好还是职棒好呢？我想没有一定，进职棒要承受的各种压力与竞争，不只要技术好，心理层面还要更好，心态一崩整个就歪掉，如果没进职棒，稳定工作加上打打国际赛赚的钱应该也是够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Swing!